国道3号南向320公里东山服务区入口匝道发生营业办连结车翻车的交通事故，车上女性乘客脚部加伤送医救治。由城南驾驶营业办连结车载运废纸行经上述实地，疑似因为未依规定减速侧翻，造成乘客冯女脚部夹伤，驾驶人未饮酒。在此也呼吁用路人欲进入服务区时，应先行驶外侧车道，再循减速车道逐渐降低车速行驶，以维护行车安全。